我而家好緊張。大家好，我咧想喺度咧宣布我一件人生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。正所謂有今生冇來世，我咧嚟緊咧11月5日將會喺蜜花鎮開我人生嘅第一個 show。而呢一個 show 咧就叫做 Reinvention 馬天佑三重奏。呢一個 show 咧會同其他嘅演唱會咧有啲唔一樣嘅，因為咧除咗我之外咧，我會揾嚟咧好多一啲千禧年出道嘅歌手咧，同我一齊去 reinvent 俾大家睇嘅。咁同埋咧，到時候除咗有啲好華麗嘅衫、重奏一啲歌之外咧，我亦都希望咧會可以喺唔同嘅層面上做到一啲 reinvention 俾大家睇嘅。我自己咧都非常非常十分之期待嘅。咁話曬咧都係小弟第一次搞 show， 咁所以好多嘢咧都係而家好積極籌備當中，我好希望咧喺呢一段旅程裏邊咧，可以同大家一齊經歷嘅。咁究竟會有啲咩千禧年嘅歌手同我一齊去做呢一個三重奏咧？嚟啦！聽日即係星期二9月7日嘅朝頭早咧，我就會公布呢一個三重奏嘅詳情啦。同埋咧，到時候咧仲可以即刻開始咧優先訂票嘅。咁咧，希望大家到時候多多支持啦。Anyway， 我哋聽朝見 ，Stay tuned， 拜拜。